现在时间是1:59。你要什么？有吗？我们要点那个很高的那个。那现在大概8到10分钟左右。好。没关系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一下我的摩斯卡。要藜麦还是要牛肉还是牛肉好了。你有什么吗？我不用。套餐的话几块或者什么？单点的话200。你要什么？你要加什么？我觉得不用哎。不用吗？对。单点那个就好。单点那个。200。跟大家讲，我们点了什么？现在林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现在在101啦，最主要是我们来送修电脑。那现在零点了一个这个200块，就是要等大概8到10分钟。好，谢谢。多少钱？200块。啊，你我们要找个地方买青菜。我们要不要走一圈啊？对啊，走一圈。这边改装差好，好，等你一下。这边跟我之前来的不一样了，它改装哎，整个大改装。对啊，跟之前的风格都不一样。对，圣巴黎卤味在那边，我的好朋友。然后海南鸡。买青菜吗？这里。看你啊，你想买青菜就买青菜啊。那你就买一个青菜跟一份肉啊，海南鸡腿肉一份140，然后再加一个青菜。好，好。101其实以前这个时间来，可能位置都要找。白菜好，有白菜啊？对。然后一只鸡腿，这里吃吗？对。好。200，你需要饭吗？饭，不用饭。不用饭。我用那泡菜。那边他要不要？多少？5403。6800。谢谢。我们要走一圈再找位置吗？我们应该也坐，现在间距都留得很大哎。这边有什么？韩客亭、胡椒厨房，然后还有这个是，这是妈妈档，妈妈档，然后这一个是星星面，肉很多的那个。哦，就是肉很多的那个。然后那边有大兴，伯克金可以喝啤酒，感觉是可以在这里。对啊，以前软的肉干在这边，以前我有个朋友的柜位也在这。这个是那个美国公司从美国红回台湾的。它台湾品牌吗？还是美国品牌？它是在美国红回台湾。哦，很美味，有一种美国干。然后这边是小三元，大三元是卖什么？港点。哦，所以它是大三元的。看起来其实也很好。哎，这边有个很少港点走这种少女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里面的便当也蛮好吃的。我以前也常买 Jason's 里面的便当。它一样就是南门市场那一家那个，可是很贵，可是很好吃。你知道我说哪一家吗？我现在熊熊忘记。名字。米其林一星小菜的鸡肉应该要吃的够。哎，他那个双拼感觉，可是一定会。点这样，我们吃不完。吃不完啊。下次再来吃。下次。
然后这是小南门豆花，现在间距都留得很宽呢、欸，有没有？一定要留吧，这个是什么飞机河粉？啊，其实大家真的还是安全措施做好，我还是可以来吃一下，不然这边真的，大家我觉得生意都太不好了。对啊，就是。私募喜都在这。私募喜。康青龙。康青龙在这。他这有天人名茶。有天人名茶。有吗？我想喝。你想喝天人名茶？好像没有呢。以前鼎泰丰在这啊。鼎泰丰还是有啊。对，以前的百万贵位都在那边。以前生意最好的伴手礼就在那边，唐春以前一个月卖，不要乱讲，卖好多钱，我知道好不好？你知道，所以你不要讲，你不要乱讲，你要害死人家，你不要乱讲。好，还是卖欧北贡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卖全猪排、欸，哎，妈妈，这边有卖全猪排，我没有吃过、啊。对，这个一只。我觉得我们的海南鸡好，我可以先去拿。好，我们先去拿海南鸡。好。你想要尿尿？不能尿尿吗？我们先找位置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找一个啊，这个好了，你给你拿，我们找中间呢。那你帮我拿。好，我好多东西哦，超多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就坐这边好了。我们坐这里可以吗？为什么老板送你晚餐？他对你很好哎、欸。然后把，好，你去上厕所，然后我们等那个摩斯来再继续录。今天蔡依林上厕所回来也震动了，我去先去拿汉堡，应该非常大吧。现在人真的不多啦。谢谢。在这里拿到了，嗯，好了，来了，这是酒精是不是？对，口袋。好、啊，稍微喷一下。我觉得可能要再跟他拿一个筷子。拿一个筷子，好啊。我先喷一下酒精好了。你喷酒精了吗？还没，可是我刚洗，我刚有上去上厕所。先看一下摩斯汉堡啦，我不想。我拍照。你想拍照？我想要先看摩斯汉堡，搞不好不是想象中的这样子。我已经有看过网络上。可是它搞不好没有这么美啊！不会的。真的吗？它是这样子的哦。对。哎，超美的。你看，很漂亮啊。很漂亮哎。是不是？可是看起来不像汉堡。你把它拿成直的，我来一个特写好了，这样。这样像101啊，很可爱。等一下，这样太大了。太大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帮你照一张。等一下，这个袋子拿到旁边。我们两个真的很像那个来远足的小朋友。这个这超适合远足的。对啊，好 ，OK， 好。我要拍照，我要拍照。我还自备气泡水。自备气泡水。好了，看看好不好吃啦。
它是有一层虾子，好、哦，跟大家讲，有牛肉，这是鱼排还是虾排？没关系，你录啊，你录。好看新店蔡琳怎么路线动了。我和老爸来101，给大家看一下101限定的摩斯汉堡，很可爱耶。牛肉，这是可乐饼吧？那这感觉是地瓜之类的。是海鲜吧？两百块。这个感觉是海鲜啊，它有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卖的不算贵，因为在101平常的汉堡就要100多块。对，在101你就会觉得很划算。而且它有饭，它差不多快两碗饭。它这样等于是两个汉堡，再加一块这个，其实对啊，比较划算。这个其实吃就是摩斯的味道啦，我想。是很可爱，那我们这样，我觉得酱超多了，他应该是要给我用这个洗的吧？我也不晓得。我觉得他酱感觉加很多，酱太多了一点，看起来好像会很咸。好了，那我们吃一下他的菜，我吃一下他的肉啦。摩斯应该你要，我把这边给你，你喜欢吃牛肉？好啊，都可以来。我不要，我决定给你，我要吃这个。你要吃哪一个？因为你应该会吃这个吃多一点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你要哪一个？这里。都可以，好，你给我一截。这感觉是什么啊？哎，这个是不是那个黄金那个海洋珍珠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说它是海洋啊，那这个可能是虾子或什么之类的。这不知道什么。你给我两片肉，我可能会吃不完。两片肉？哦，不，两片饭。没关系啊。这个不知道什么？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哪一个？那个是虾排或鱼排？我先吃这个，很咸，肉还蛮好吃的，我吃看，肉不会干，还可以啊，海南鸡不会太干。我比较喜欢那个另外一间，也在信义区。哪一家？我很常吃。你说哪一家？在 A11 里面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可是我觉得它也还不错啊。有一次我们有去吃，你记得吗？我忘记了。就是，它也是在美食街，可是它算是自己有一间店嘛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们是。点了很多东西，又点了他的东西出来吃。我跟铁男吃过一次，是去吃的、他是卖肉骨茶的吗？有，他有卖肉骨茶。啊。好啦，那我就录到这里了。吃起来，吃起来不会很咸，看起来感觉酱很多。酱很多，然后酱是甜的。吃起来还好。然后这样子是200块，这个也是200块，我们今天吃了400块，400块够抵停车了吗？可能还不行哈，应该不行。可是你可以问 Apple 他们，可不可以好的，好，就是来修电的。对啊，我今天最好啊，那什么？对，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来修电。你猜？虾排。虾排的，你先，我等下吃。很烫，很好吃哎，热热的，现炸的。真的吗？我以为是可乐饼。很烫哎。很好吃，真的，现炸的。它现在流量不高，应该都现做。好吃哎。我也觉得不错。啊，你要吃看看这个吗？你那就海洋珍珠堡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就吃到这里咯，各位午安，拜拜。